一山傍水，小河沟，小庙在山头，问菩萨因何道作，叹众生不肯回头。我不敢高台教化，也无非纸扇长衫这脉脉风流。他爸妈搬家的时候找人算过，不能够告诉他，因为什么？于谦压不住这个财，如果要告诉他了，他吐屎。你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怎么觉得八点来钟那会儿我说过呀？我可不是吓唬你，你要不做好事，以后你生完儿子，你这个儿子吐屎。后来他这个儿子长大了，爷俩还特意找了一趟济公，为什么会吐屎呢？罗汉爷乐了，不，报反了。很热呀，很热，热怎么办？老百姓受不了。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大英雄，英雄中的英雄，大宝宝。就这会儿功夫，罗汉爷推门出来了，看着很可爱。这叫什么名字？英雄中的英雄，大宝宝。和尚差点没吐了啊！去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你看不起他，这不行，急了，因为英雄是不可以被侮辱的嘛。我跟你拼啦！我这点评书都没糟践，你看见吗？